据他媒体报道，大陆男星吴磊主演新戏《山海》颇受好评，最新一集上演地东强吻，23岁的女演员陈嘉文画面大撩少女心，没想到粉丝一面倒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是个孩子，我劝你善良哦。吴磊在山海扮演高中生黎簇，无端被神秘人绑架后便展开一连串探险之旅。故事改编自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少年篇山海，他在戏里和陈嘉文对打，并把对方压制在地，还记得吗？打赢你就亲我一口。只见女方轻轻一笑，整个人又被对方大腿钳制，趁乱地东第二次抓住女方双手，俯身正要亲下去，再度被打中要害。戏里不断冒险犯难的吴磊最近突然感情戏大增，甚至吻戏都要登场了，他拥有大批女粉丝，一连串粉红场面反而激得网友抗，小屁孩你怎么可以乱撩人啊，我坐不住了。还有一群妈妈粉丝反对，你还是个宝宝啊，阿妈不允许，危险的男人你还小，妈妈不允许你这么做。尽管吻戏没演成，已经涌入疯狂抗议的留言。